无线电视翡翠台。九三年财经大事回顾，系由乐星牌画王丽音国际线路大电视、美国运通卡、大昌贸易行汽车服务中心、国民七厂骆驼七及设计二千家私总会联合特约播映。Chiamare la polizia. L'ha fatta. Grazie. Come ti chiami? Amelia. Che bel nome. Sachi, 二次追求，人生所有。隆重推介美国运通会员理想积分计划，每次签账可得理想积分，免费换取机票，越早参加越快得分。美国运通会员理想令你一飞冲天，免费享受万里闲情。Eastern Express， 蓄势待发的新闻力量。年财经大市回顾，在年初的时候，有人说香港股市会上升到一万点，而这个讲法就被视为一个幻想。不过到了今时今日，这个幻想就变成眼前的事实了。传统智慧认为政治因素会影响经济表现，而今年初的港股正好反映这个情况。中英就本港政制改革问题僵持不下，一直笼罩市场，令股市反复波动。好似港督突然将政改建议条例草案刊登憲报，大市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下挫超过500点。事隔一个月，中英两国宣布重开谈判，大市两日内升翻几百点。不過在公司業績理想支持和中國再次獲得美國延續最惠國地位下，股市穩步上揚，加上內地資金湧入，一時間市場掀起收購殼股和炒賣紅籌股熱潮，吸引不少投資者沉迷殼股遊戲。其中一些被收購的股份股價猶如過山車般上落超過一倍，同樣一些股份由幾毫子可以升上接近8元，但可以跌到得4.多。沉殼遊戲最後在內地調控經濟，人民幣一再貶值，先告收斂。上半年股市已經累積30%的升幅，好戲在後頭。在10月，股市升勢如虹，監管機構一再提醒投資者股市位高勢危。These are not markets for widows and pensioners. These are markets for people who know what they're doing and who have money, which they've also got money somewhere.More conservative, and then they put some of the money into the stock market. I think people just have to be sensible and careful. These 散户咧，我想佢就最好就係研究下佢想投資嘅公司嘅資料，即係佢資產啊、佢利潤啊，咁啊就研究下先好決定投資。外資嘅出現完全打破港股嘅傳統走勢。所入嚟嘅金錢同埋無論佢講佢嘅規模啊。同埋講嘅速度咧，都係香港從來都未經驗過嘅。咁而依個係一個突破嚟嘅。咁而使到好多所謂對於評估香港市場走勢嘅傳統嘅智慧咧，都係被扭轉咗啦。咁就過往嚟講，好多時候咧，香港嘅市場嘅市盈率去到譬如12、13倍咧，就已經係非常之高嘅啦。咁但係咧，由於所入嚟嘅金錢咧，同埋速度係咁快同埋咁大嘅關係咧，將依啲咁嘅傳統智慧打破。而將嗰個市盈率咧係推高到係20倍以上嘅。雖然同一間美資證券行喺短期內調整投資港股比重，但大市並冇理會。相反，喺部分政改方案正式刊登憲報，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會議冇結果，甚至係目的投資降低地鐵港元債券評分嘅不利消息下，大市直闖10000點大關，成交達到120億元，為港股歷史寫下新一頁。
而中國經濟因素明顯成為市場的火車頭。中國的經濟是增長比較快，而政治各方面的政策是越來越開放，咁有咁大嘅發展空間，同埋有咁多項目可以俾外國投資者投資，咁樣使到變咗無形中咧，係香港咧係投資中國一個好直接嘅跳板嚟嘅。咁好多投資者咧都係決定咧以投資香港為投資中國嘅第一步。喺另外一方面嚟睇咧，就係話香港自己嗰個政治因素咧係唔係咁短嘅時間，喺一兩個月之內咧就可以解決嘅。咁好多投資者就中意睇一啲比較有具體啲嘅方案之後，然後先作出呢個反應啦。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香港嘅市場咧就同政治咧就越嚟越脱歐。本港股市達到國際化已經不容置疑，任何單一資金再冇能力冒起大市。有歐洲啊，有美國啊，有日本啊，東南亞度度都有，而本港本身個資金都係個力量都係好大嘅。所以我哋係好國際化，所以我相信單一個基金咧想影響個市都唔係咁容易噶啦，因為而家個成交額咁大，而家你正話都講，我哋而家做緊都成80億到100億一日，單一個基金佢想影響個市唔係咁容易噶啦，今日。今年股市係豐收嘅一年，咁明年又係咪咁咧？如果中國嘅政治嘅因素繼續係穩定啦，同埋經濟嗰方面咧係越嚟越係比較穩定咁樣去增長啦，唔係話即刻膨脹，然後就下降膨脹下降咁樣的話咧，咁我相信如果有一個穩定嘅局勢發展，就會香港咧係會跟翻咧自己較高嘅市盈率咧嚟到係去做佢一個估值嘅。咁如果譬如以香港而家嘅市盈率，譬如20倍能夠保持到的話咧，我相信咧佢哋恆生指數咧喺1994年尾咧係可以咧超過14000點。喺外資湧入下，今年股市交投特別暢旺，而新公司上市嘅數目亦都特別多。其中中國企業股份 H 股就因為全球睇好中國經濟因素，頓時成為市場趨之若鶩嘅對象。自從中港兩地5個監管機構喺北京簽署共同監管 H 股備忘錄後，6隻 H 股相繼喺本港上市。首隻登場嘅青島啤酒就有超過110倍嘅超額認購，凍結資金851億元。至於上海石化、廣船、北人、馬鋼嘅招股表現不一，但年底嘅昆明機床超額認購627倍，凍結資金817億元。目前呢批 H 股嘅市盈率大約係22至32倍，比一般藍籌股價仲要高。但市場需求弱渴，要求交易所俾多啲中國企業上市。除了 H 股是市場搶手貨外，一些純中國概念的股份曾經捲起瘋狂申請認購熱潮。2月上市的汽車製造公司進威吸引市場蜂擁申請認購，破紀錄地凍結資金2400億元，迫使外匯基金向銀行體系注資6億5千萬，以舒緩銀根。事後金融管理局需要制定新股借貸指引，不過股市水浸是無可避免的事。全球利率低企，歐美經濟復甦緩慢，牽引資金流向亞洲股市，港股自然成為資金的投散地。大量熱錢流入同新股認購熱潮，金管局必不得已一年內注資4次入同業市場，是前所未見的。我哋注資咗都幾多次嚇，咁亦都係今年嗰個新股上市，亦都係創高峰啦，係嘛？有好多個新股上市，而且每一個新股上市所凍結，所謂凍結嘅資金，亦都係好龐大咁樣。咁當然啦，喺一個即係個金融體系裏邊，一個嗰個市嗰個金融市場就係話。一定係需要係可以令到呢啲咁嘅經濟活動係可以運行正常先係㗎咁樣，咁亦都又唔想佢影響到金融穩定。It seems that some of the issues have been underpriced, and I think we need to look at the people who are actually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two groups. One is the groups of people who are advising and underwriting the issues.And the other one are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ies
concerned. 今年唔单止股市旺盛，监管机构调查上市公司交易嘅事件亦都特别多。港府今年不断调查上市公司，而证监会就检控无牌同违例交易商严惩做市。其中联合系同汤臣系嘅调查超过一年，费用超过6000万。在港府公布联合集团报告之前三日，超过300名警员大举搜查同联合系有关的百几间公司，攞了大批文件。财政司话严重关注报告揭露的商业及公司行为标准以及背后的真相，仲促请涉及调查的公司董事采取适当行动。I would urge the directors of those companies to study it very carefully and to take such action as they think appropriate to protect.The shareholders' interests. 不过到而家都冇任何执法机关同公司采取行动。另外，警方喺12月中大举搜查同汤臣有关嘅6间公司，调查报告仲未出，但市场好疑惑，究竟呢啲调查会否成为嘉玲事件嘅翻版？另外，今年有多间本港举足轻重嘅机构换大班。首先，汇丰银行将会由国内接掌，而原先大班蒲伟士就会翻英国坐镇。而和大班李书离职，由文礼信接任。和记黄埔董事总经理马世文离去，即位由霍建宁接手。九仓主席吴光正会在明年担任荣誉主席，留翻个位俾李慧仁。75年嚟，以香港为家，全力支持每一个香港人。今后我哋都会同大家一起继续努力，令未来嘅表现更出色。深厚根源75年，东亚与你迈步向前。妈咪啊，去冲凉啊！自从换咗个日本多田牌全自动对行式超薄型热水炉之后。他哋几仔爷冲凉，再唔使我教水啦。日本多田牌热水炉嘅恒温装置，使热水温度唔会忽冷忽热。佢仲系全自动，无需打火，热水随开随有，既方便又安全。家居用多田，生活更安全。如果将我哋多年来维修过嘅车辆连接起嚟，足以长过万里长城。我哋就系呢间有自制厂房。面积达200万平方尺，在中国有多间合资汽车服务中心的大昌行汽车服务中心，世界闻名，专为大昌行集团所代理的汽车提供优良维修服务。大昌行汽车服务中心，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设计2000布艺服务中心94系列大倾销，各款精美订制的布梳化，从华丽经典的设计，以至94年最新的款式，一律以半价大倾销。美国及欧洲布艺系列，超过2000款时尚名师设计的布料，以3至7折发售。布艺服务中心各款精工订制的窗帘、床冚及多款梳化床，均以特价优待顾客。设计2000布艺服务中心94系列大倾销，现正在布艺服务中心举行。骆驼七环游全港，由大厦、由门窗、由乜都会一流。一流。骆驼七，由车身、由船身、由乜都会一流。一流。骆驼七，由工厂、由屋企、由乜都会一流。一流。骆驼七，由精品、由货品、由乜都会一流。一流。骆驼七，颜色多，又质好，由乜都有呢个乜头。因为骆驼七。想起嗰次上家政堂就惨啦，系啦，最怕啲油烟味啊，梗系啦，你一放学就要拍拖。不过而家结咗婚，又几中意煮餸喎，识煮咩啊？蒸鱼咯，阿张最中意噶啦。蒸鱼你都识？系星火微波炉识啫。哦，咁你就识埋煲汤啦，鸡炖翅、小春鸡、炆牛腩。老婆乜仲未喐手煮嘢啊？星火微波炉系列 ，Sharp Idea Sharp Product。很多朋友说经常觉得背奶奶腰酸背痛，
仲手腳凍，好似老咗好多添。間中亦有周期性嘅唔舒適，我就會同佢講，係時候學下點補啦。陳尚元再做丹，壯腰補腎，活力再做。補藥我好少食嘅，除非好好啦。香港健康藥業貿易有限公司。除了股市暢旺之外，今年整體物業市場的表現也都不遑多讓，尤其是優質的寫字樓，無論租金或是售價都有可觀的升幅。金融方面很多公司都擴充，這個令到直接的需求是大了。至於供應方面，其實說看回整個中環區，其實新供應可以說是短期內都沒有了。優質寫字樓在用家需求帶動下，租金持續上揚，由年初的大約每平方呎50元升到60元，部分更攀升至每平方呎70到80元。至於傳統核心商業區的中環，例如皇后大道中9號，售價就升到12000元一平方呎。而一般寫字樓售價平均有3至4成的增幅，空置率就只有2%。如果本港經濟保持良好增長，內地宏觀調控不會進一步收緊，明年寫字樓市道會持續向好。第一就是話供應不多，第二就是話大家估計宏觀調控應該初步結束，咁出年咧會多翻好多中資嘅參與喺度，咁呢方面對於嗰個買家嚟講咧數目多咗，咁自然就又會令到個樓價再有一個比較大啲嘅上升幅度喺度。以今日嚟睇咧，我諗估計有20%的上升幅度應該可以達到的，在上半年來說。同優質寫字樓一樣，豪華住宅市道今年十分蓬勃，在本地投資者和用家殷切需求下，個別地區售價超過10000元一平方呎，而年底的賣地成績將豪宅價格推向更高峰。今年的豪宅表現相當好，由年頭到年尾升了 30% 到，尤其就在年尾賣地之後，那個升幅就急了，業主根據那個賣地的成績反價，以及很多人心態上就沒有再那麼擔心的政治問題了，因為那塊地要97之後才起好，他發覺發展商都不擔心97問題，所以紛紛入市，所以價錢就升得急了。賣家封盤，買家將來樓盤，求樓弱殼的情況將會持續至明年。因為就一般人的估計的升幅會超過25% 到，已經足夠吸引投資者炒家入市，所以明年的市道就可能就非理性化，即係變咗我自己看就可能就會超過25%。實施超過兩年的七成按揭限制，今年繼續影響中小型住宅市道。雖然年初的地產界曾經要求港府放寬限制，但最終不能夠解放限制。而為了促銷樓花，部分發展商今年相繼以分期付款方式減輕買家負擔大筆首期的困難，從而吸引買家入市。我們看到就是現在銀行和發展商都似乎是說並不希望調翻高依一個按揭比例，咁喺依個情況影響之下咧，令到中小型樓宇嗰個價錢咧冇法子係有大幅嘅上升。喺八月尾，本港兩大銀行進一步收緊按揭，將有跡象再現炒風嘅樓市降温，即時收到成效。其實如果我哋睇翻田商數字嚟講咧，11月相對翻起10月、9月咧，嗰、那個成交嗰、那個買賣合約嘅數字咧，係相差咗大約30%到嘅，咁所以喺年尾嗰陣咧，反而上升翻。其實上升嘅原因就好多人睇到就係話，見豪宅都升，開始擔心就係話中性樓宇會唔會俾豪宅帶動再升翻咧？喺咁嘅因素之下咧，令到好多人喺11月嗰陣開始去買翻樓。地產商話，用家支持令到今年物業市道表現出色，明年會更上一層樓。當然有幾個，即係銀行宣布多個係有幾個月係慢咗。但係整體嚟講，即係今年嚟講個，尤其是豪宅啦、豪華住宅啦、商業樓啦，個升幅都係相當好嘅。尤其是嗰個收租添，個租價係寫字樓、商場同埋豪宅個租金起嘅幅度相當唔錯添。明年市道嚟講咧，我哋估計銀行亦都唔會話點樣再放寬翻依個按揭。當然政府亦都幾乎想將依個七成按揭寫咗喺銀行嘅指引入邊。咁所以變咗嚟講，我哋睇中小型樓宇嘅話咧，出年個上升幅度咧唔會太大，
可能都係維持翻喺15%至20%呢個升幅度。咁相對起豪宅嚟講咧，我哋對豪宅同埋寫字樓嘅後市就樂觀好多。至於去年出現一窩蜂購買內地住宅物業熱潮，今年就因為內地進行針對性嘅經濟調控而消失。由於緊縮信貸，發展商難於尋找銀行為樓盤提供按揭，加上市道淡靜，發展商不惜削減利潤，以價錢優惠送家私、電器甚至汽車、旅遊等促銷樓花，盡快套現。基於很多樓盤都是樓花階段，譬如去年、今年才買，主要他們落成期都是說兩年後的，即是就算它爛尾現在我們看不到的。我相信到時候不排除有部分樓盤是延期入貨的，亦都不排除有些特別是賣得不好而位處比較偏僻的樓盤可能它們有爛尾的危機。不過內地一些熱門城市例如北京、上海，今年的樓價仍然有不錯的升幅，但是深圳、珠海、中山的樓價就較為遜色，而明年的市道就要視乎個別地區而定。大城市譬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我自己看法就是一些大城市的地區，譬如北京、上海、廣州，一些寫字樓或者是市中心一些高級的住宅，他們的潛力很大，它升幅會隨著很多外資進去，他們是租金價錢會升。咁價錢啊方面啊，譬如話北京、上海、廣州呢啲咧，我相信寫字樓咧嘅升幅咧可以達到兩成或者多一啲嘅。住宅方面咧，基於佢供應始終比較多啊，即係我睇法咧個升幅咧，即係只能夠咧，譬如係10% 啊、15% 之間嘅啫。中英兩國就本港政制安排嘅爭議，今年一直困擾住香港經濟，而中國下半年實施宏觀經濟調控，就進一步加深香港嘅憂慮。不過今年香港整體的經濟仍然有良好的表現。雖然市場盛傳內地調控經濟，部分本地資金要被抽調回內地，不過本地的中資機構說沒有這樣的事。在海外呢，我們不存在要把海外資金抽到國內去的問題。同時中資說調控經濟對業務沒有影響。我們宏觀調控的目的是為了中國的經濟能夠更健康的发展，那么当然这种调控呢，对香港的，因为中国的经济没有发展的那么速度那么快了，但对香港的经济相对来讲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虽然话大陆系经济系调控啊，都对香港都冇咩影响啊，对我哋生意都冇好大影响啊。經濟研究員话，今年本港经济增长全赖中国经济支持，主要工业国。嗰個經濟增長咧係比預期為差嘅情形之下咧，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咧就係呢個中國嗰個經濟咧係增長係好快。雖然響呢個七月嗰陣時，中國係進行一系列嘅宏觀調控措施，但係佢嗰個對中國經濟放慢嘅影響啊，或者對外貿易嘅影響都唔係咁大，即係比預期為低啦。咁所以呢方面咧係足以刺激到香港本身嗰個對外貿易係有一個好蓬勃嘅增長。由於基建工程加快進行，抵消部分私營部門嘅緩慢增長，一般銀行認為今年本港經濟增長5.3%或以上，通脹率就下降至8.5%。中美首腦會面意味住兩國關係改善。長達7年的關貿烏拉圭回合談判終於達成協議。I gavelled the Uruguay round is concluded. 全球自由貿易制度得以健全運行。中國明年獲得延續最惠國地位的機會提高，有利明年本港經濟發展。從各方面來講的話，各方面來看，中國的宏觀調控啊，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因此呢，明年的可能呢，这个银根方面可能要放松。那么我们的看法的话，中国的经济明年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高速度发展的这么一年。因此呢，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呢，肯定会对香港的经济有所影响。那么中国的经济好了，香港的经济也必然会带动的更好一些。明年的情形和今年的情形會相當類似，就我們估計各大工業國的經濟增長都不會是很快，所以主要動力的來源仍然會是發展中亞洲國家
嗰、那個即係需求或者個經濟增長所帶動。而中國咧就嗰、那個經濟表現咧就係、是、會係舉足輕重。今年最後一幅賣地以破紀錄價錢成交，而年底嘅股市又節節創新高，再一次證明政治同經濟分家。究竟出年嘅經濟又係咪咁好呢？清华画王特有超薄面像本，技